欢迎来到博勋的游戏频道，我是博勋。今天我们要来玩全民枪战，想要打一场生化模式。我决定拿一把随机地图了，准备旁边会有杂音，很正常。就决定带 QJY88 的，该躲哪好呢？哦，这里人很多，躲着应该不错。母体也出现了，不是我，可是他就在我旁边，有点可怕。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，啊，掉下去死定。哦，他从我前面跑了过去，啊，咔嚓。现在换我要去抓他了，这应该很难。他拿的是加特林，哎，他怎么一下就抓到了呢？一样带 QJY88， 哎，他怎么迷路了？是这吗？哦，对，是这，是这。往后吧，躲这应该还不错。啊，不行，墓地跳过来我就死了。躲回来刚才这里好了，这里还没，这里比较不会死。大家都躲住，有个人被抓到就死了。可是我掉了。我回来了，鬼就在我下面，就过就过就过，借我过。OK， 啊，又掉，真的要死了。哎，没有，我出运了。啊，真的死了。刚说完，大家一直在试了。他们在哪？不要被我找到哦！应该在这哦，果然没错，没有乱跑。急速！可恶，没按到招式，重来。跳跳，快跳跳去旁边！这又是哪里的呢？哦，原来就在旁边呐！哎呦，有一个人在奔跑，有一个人在奔跑！啊，算了，先躲好了。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！哎，左右，哎。跳跳跳跳过去，失误！哎呦哎呦，他在这抓得到 ，yes， 抓到了！哎呦，这个拿成绩的，成绩很强吗？鬼一样会弄掉你，感染你。这里应该没人，应该还在。我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不要被我找到啊！被我找到只有死路一条啊！
他们往那里走，应该在那。哦，还好抓到了，一样带这一把。刚才被抓的人退出了，这一把该躲哪？再跟他们一起躲一下好了。母体依旧不是我，我怎么这一局都没当到母体？我也想要当母体，躲这感觉很危险，躲上面。两个加特林的，我绝对不会死。他们那么强，我靠，我都不 carry，他死了。他抓不到我们，他被我射了下去。我一直在射他，我扔了一颗的，炸中了一点点。他跑了过来，他掉了，差一点就抓到我，抓到就死了。我就带过来，带过来啊！他们感染到我，他们感染到我。我队友被感染，可是他们也是感染我。这一定就是朋友之间，我不认识他，可是他们抓我，这应该是朋友。这个叫神推理。这样绕圈圈就不会死，我爹只会跟着我一起绕，跳，啊要死，死了，现在我也变鬼了，我要去寻找臣妾，骑士，寻找，哦对。哦，快躲，快躲，快躲！快死！哎呦，看到他，他一直在射我，他在射我，我冲了过去，死了。就在前面，对，就这，兄弟们，冲！虽然我不是母体。但我们可以一起冲，冲刺，没按到跳。哦耶，赢了！还有一局的最后一把，这把输了就赢了，因为0-4啊。在这不跟他们赌。跟他们躲，我就会死。我决定要自己躲了，自己躲这一定很安全。虽然他们有一些被感染，我躲后面那一定就不会死，除非他们眼尖就会看到我。没有眼尖绝对看不到，就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出现。他们找不到我啦。那么多人被感染了，躲在这里一定很棒嘛！都没有人来找我，我跑过去了，我又一只啊！他看到我了，死定！穿墙外挂，是一个外挂，他穿墙。哦，赢了！喜欢的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哦！拜拜，我是博君。